直播吧。10月20日讯，北京时间10月20日19点35分。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的一场比赛在重庆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，由重庆斯威主场迎战河北华夏。上半场，埃尔纳内斯首开纪录，袁敏成利用角球头球将比分扳平，重庆斯威1-1暂时战平河北华夏。下半场，董学生上演帽子戏法，费尔南迪尼奥破门，考尔德克梅开二度，并且补时扳平比分。最终重庆斯威4-4炸平河北华夏。重庆斯威在次一之前积24分，排名联赛倒数第三，领先降级区仅有两分之差，保级形势并不乐观。可喜的是，最近几轮比赛随着小克鲁伊夫的上任和小摩托费尔南多的付出，球队的状态有所好转，近四场比赛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战绩。而河北华夏在次一之前积32分，排名联赛第八，基本保级无忧。不过球队最近状态低迷，遭遇了两连败，此番交手主场面对看似无欲无求的河北华夏，重庆斯威的目标必然是全取三分。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，上半场比赛开始。第9分钟，姜志鹏左路传中，埃尔纳内斯接球后左脚抽射入网，重庆斯威0-1河北华夏。第10分钟，冯静左路传中，丁杰头球高出横梁。第15分钟，费尔南多左路传中，冯静脚底打滑错失良机。第16分钟，仲庆打出精妙配合，冯静禁区内接到来球后回做，丁杰的射门怀门而出。第18分钟，重庆斯威左路角球开出，卡尔德科的头球顶到了金洋洋的手臂，裁判没有判罚点球。第27分钟，费尔南迪尼奥左路摆脱后传中，卡尔德科的左脚打门偏出。第35分钟，费尔南多左路突破后传中，卡尔德科的射门被杨成化解。第39分钟，费尔南迪尼奥左路突破后左脚射门被杨成挡出底线。第40分钟，重庆左路角球开出，卡尔德科的头球被袁敏成接力顶入网窝，重庆斯威1-1河北华夏。伤停补时一分钟后，上半时比赛结束，重庆斯威1-1暂时战平河北华夏。一边再战，第47分钟，拉维奇角球开出，马斯切拉诺的头球攻门被邓小飞没收。第47分钟，王秋明放倒费尔南迪尼奥，吃到黄牌。第50分钟，冯静连续过人后突入禁区，最后一下烫大被杨成出击没收，杨成由于身体冲撞受伤倒地。第55分钟，杨成由于无法坚持比赛被欧亚替换下场。第58分钟，姜文俊禁区外突施冷箭被邓小飞拖出底线。第59分钟，姜志鹏敌球扫到门前，董学生推射入网，重庆斯威1-2河北华夏。第62分钟，王秋明突破后送出直塞，董学生左路接球后左脚打门，球从邓小飞两腿之间穿过进网，重庆斯威1-3河北华夏。第68分钟，重庆任意球开出，丁杰的头球攻门被欧亚没收。第74分钟，彭西利左路传中，费尔南迪尼奥扫射入网，重庆斯威2-3河北华夏。第77分钟，卡尔德克在姜志鹏的干扰下头球顶偏。第78分钟，埃尔纳内斯左脚远射被邓小飞扑出。第79分钟，费尔南多左路传中，卡尔德克中路头球争顶稍稍偏出。第88分钟，拉维奇任意球直接打门高出横梁。第90分钟，姜志鹏左路传中，董学生头球入网，重庆斯威2-4河北华夏。第92分钟，王秋宁抬脚过高，亮黄变一红下场。第94分钟，重庆角球开出，卡尔德克的右脚射门击中边网。第95分钟，卡尔德克在禁区内的混战中头球入网，重庆斯威3-4河北华夏。第97分钟，费尔南多右路传中，卡尔德克中路捅射入网，重庆斯威4-4河北华夏。
伤停补时七分钟后，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重庆斯威4-4战平河北华夏，重庆斯威出场阵容：一邓小飞，二李放76，23陈雷，19汤家树，20刘冷，71九刘宇，20刘袁敏成 U23, 七冯进74，24刘维东，八丁杰，十彭谢利，30费尔南迪尼奥，32费尔南多，27贾尔德克替博为出场，17隋维杰，6郑涛，16王维成，5江家俊和北华夏出场阵容，19杨成武，15一欧亚，2赵明健，4金杨洋，4马斯切拉诺，16杜文阳，21江志鹏，26江文俊，15王秋明，9董学生，10埃尔纳内斯，22拉维奇替博位出场，6罗森文，36陈唐，3孙林，35车世伟，18冯刚，20胡仁天，